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不用担心，替代的人我已经找好了。倒是南边传来的消息，此刻更为重要。少爷，你好像把棋谱拿反了。要你说，我不知道。 既然已经坐实魔女的身份，再这么放任下去的话，当年的事情必定重蹈覆辙。